什么有邮件？哎呦，柳香子传邮件来嘞，是个很轻浮的。我爸爸平时是很正常，可是只要家里家人，可是只有家人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奇怪，因为他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女孩子养？我爸爸说明是在我出生之前，其实还有一个比我更早出生的姐姐，可是什么东西？可是我问过妈妈，妈妈就说那是爸爸骗你的，真是受不了。爸爸 PS， 我今天练了十次，为什么把你女孩子养，还爸爸还骗你哦？那女孩子养好了。诶，就是这个，只要找到理由，一定能解决15到20年前所发生的那场悲剧。哦，寄回去。噔噔噔。喂。嗯，寄出去了。怎么寄这么久啊？对啊，你在那边做什么？見ればわかんじゃん。自転車磨いてんだよ。在擦自行车，不用打工吗？今日はバイトじゃないのか？对啊。バイトだよ。だからここにいいんだし。哦，打工那么轻松哦。嗯，上班中还在擦自行车。印象馆工坊的工作真的很闲吧？当然啦，都没客人。总觉得这家店应该不需要雇工读生吧？真的。まだ自転車いじってたの？对啊，研究室内传来红利期的声音，语气听起来不太愉快的样子。さっき私が来た時も階段の前にいて、思いっきり睨まれた。来的时候也被狠狠的瞪了一眼。看来他们之前的心结还没有被化解的样子。喂，バイト先生、ミスターブラウンはどうしている？对啊，布朗先生看来就不在。誰？一階のジャンク屋の店長のことだ。ジャンク屋じゃなくて、杂货店店长。専門ショップでしょ？这个助手太注意小细节了，我称呼他为杂货店是我特有的幽默说法。啊，ミスターブラウンってそういう意味か。哦，呵呵呵。店長の名前はミスターブラウンじゃないよ。哎呦，涛在抱怨喽。他的女儿正经八百的纠正他爸爸的名字啊，看来是没有听懂我的笑话，谁懂啊？店长は出張サービス中、しばらく帰還し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哎呦，不在，店长不在啊！赶快做实验。それは本当か？哦，本当本当。本当。正の子、私ここでサボってないよ。哦。あ、前ね、サボってることは店長には内緒ね。跟小涛串通好了。今度自転車に乗せて。哎呦，这真是个大好机会！我跟工读生战士道谢过后之后，马上把视线移回室内。哎，聞いた通りだ。これこそがシュタインズゲートの選択なのだろう。哎呦，都听到了吧？我们可以开始做实验了。ミスターブラウンは今不在。すなわちそれは。実験し放題であることを意味する。我们可以任意的做实验了。結局根本的解決はまた先送りするのか？根本没有解决问题。シュタインズゲートの選択だと言っている。都随便乱讲。何でもいいからさ、とりあえず電話レンジセカンドエディションバージョン 1.03 を試したいんだけど。哎呦呦呦，第二个啊，还 V1.30 版呢。哎呦呦，马尤里，你讲的好好好棒哦！其实我也讲不出来。Second Edition Version 1.03。哎呦，又讲了一遍，我真是无法理解为什么要采用这个名字，我也不懂。やぼったい言い方はよせ。この改良型は Heavenly Merry-Go-Round だ。这什么烂名字啊？你为什么老是选出一些烂名字？这叫谁念呢？名前なんてどうでもいいだろ。对啊。いいから実験を。快点开始了。哎呦，听到按快门的声音，争论不休的我们全部停歇下来。为什么偷偷拍照？魔芋正把夏金朝向我们。不是跟他说了这么多遍，不可以拍我的脸孔吗？楽しそうだったから。他讲出了一句令人匪夷所思的话。
听到这个说法，马尤里开心的笑着。达鲁并没有特别的反应，红令旗则有点像在耍性子一样转了过去。所以最傲娇的就是那个嘛。所以红令旗是傲娇属性，然后马尤里是天然呆。そんなわけない。少なくとも私はこのサークルのノリにうんざりしてただけよ。哎呦呦呦呦，红令旗很不爽哦。それにしてもこの助手ツンデレである。傲娇，这个助手怎么傲娇呢？没错，你怎么这么傲娇啊？只平常非常凶悍，但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会变成像只小猫一样可爱的女主角。不过近年来，此语的定义范围有点越来越模糊的倾向，也没有什么模糊倾向啊。这个标准的傲娇，标准傲娇就在这里。誰がツンデレだ？哎呦呦，反驳了。哦，マクセしてツンデレの意味わかるん？哎呦，知道哦。哎呦，听得懂什么叫傲娇哦？知らないわよ。这就是傲娇的经典表现啊！太傲娇了。どう見ても知っているな。顔にそう書いてある。对啊，一副就知道的脸。可见他对宅文化也很深入的研究哦。红利奇很不甘心的咬着嘴唇，看来他这家伙对御宅文化有着一定程度的理解。可是他明明就住在美国，到底是哪里得到这些知识的？哦，在美国也在开始注意宅文化，是不是？开始实验吧。蒙云似乎有点等不及了。把事情全部说出来之前，这个闪光指压师对于时光机表现出非常大的兴趣。当然，我已经跟他签下契约，要是他要他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去，若干他敢违约的话，我就要没收他的手机。哎呦，你办得到吗，轮太郎？电话微波炉暂明随时处于可以做能传送低魅炉的状态了。じゃあ、オカリンの携帯に転送されるように設定するから。哎呦，好啊，会转到伦伦的手机里。哎呦，操纵了 X68000 的键盘，输入了我的邮件账号。寄出低魅炉的功绩就由马尤里负责。马尤里已经开始从自己的手机输入文字了。哎呦，将微波炉的时间设定为60锦。按下加温之后，门虽然已经被拿到了，但电话微波炉已经开始运转了。哎呦呦，放电了！放电现象发生。马尤里的邮件已经透过电话微波炉暂明传送到我的手机，转到我的手机才对。哎呦，传过来了！看一下有什么？有吗？马尤里，60锦是几天？六十锦就是60个小时前嘛？嘟嘟噜，是吗？然后来看一下，马尤西，就这样。这就是哦，蒙玉探过头来看了我的手机画面，不禁吞了口气。哦，他平常没什么表情，不知道想表达什么，但看到这封地面录，他的似乎隐藏不住他的惊讶。どうだ？これで電話レンジカッコ仮が紛れもなくタイムマシンだと分かっただろう。哦，蒙玉一语不发，只是瞪大的眼睛看。怎么了？打工战士又怎么了？对啊，窗外传来打工战士的声音。又在摇咯。哎呦，哎呀，不要管了，你不要管，我决定不理会外面的杂音，不理会。若是店长抗议的话，是不能不理的。既然是工读生战士，就没什么好怕的了。真的是欺善怕恶哎！さてラボ面の諸君。为什么又在吃饭团了？这次多了一个人，マユリ还在吃饭团。听好了，ラボ面。包含蒙玉在内的ラボ面全员集合到谈话室之后，我开始说话。第73回円卓会議を始めようと思う。
随便乱讲的吧，73次根本就随便乱讲的。昨日は第66回だったぞ。对啊、欸、間の6回はどこに消えた。马上被同力七吐槽了。有简讯啊，看一下。闪光子牙师进来，圆桌会议是什么请告诉我。可以不用问的这么仔细，没什么意义了。細かいことを気にするとは器の小さいやつめ。だからクリスティーナは助手止まりなのだ。助手只能当个助手。だから私は助手でもクリスティーナでもないとあれほど。不是助手，也不是克里斯蒂娜。暂且不理那个啰里吧嗦的红利奇尔。オペレーションウルド。第一段階では D メールが遅れること、 D メールの性能について検証した。然后嘞，结果嘞，哎，又传了。那是什么作战名？好像军队哦。好了，不要再传了，你很烦呢哦。闪光子钥匙真的很烦呢。可以不要再传了吗？其实结果我们得知最多可以记6个全形字、12个全形字，或12个半形字吧，这里打错字了。一次最多可以记3封。今日の実験では作戦を第2段階へと進め、この D メールをより実践的に使ってみようと思う。哦，要用 D メール做些事情嘞。実践的か。朝に届くようにして。おはようオカリンってちゃんと見てもらえるようにするんだね。这是什么实际例子啊，マヨリ、你实在太好笑了。这是什么实际例子啊？そんなわけがあるか。そんなものはチラシの裏にでも書いておけ。你随便找一张广告传单写上吧。チラシの裏じゃオカリンに届かないよ。哦，原来你是为了要叫人哦。也不需要。俺が言っている実践的というのは、不要再传了啦，不要再传。马尤里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呢，那你就跟马尤里讲啊，跟我讲干什么？烦死人了！啊，我刻意放了拍子啊，看了四个成员的表情，然后低声的说出：過去を変えられるかどうかだ。是否能改变过去？哟，轮胎狼，你想改变过去？团员开始骚动起来了。ちょっと待って、そんなの危険すぎる。あんた神にでもなったつもり？改变过去，蛮想看看的，蛮想看就讲出来呗。哦，真是的，别人在讲话，你就是手机那边一直吵。おや、助手よ、何が危険だというのだ？对啊，有什么危险？タイムパラドックスよ。もしも仮に。パラドックスが発生した瞬間に世界が吹き飛んだら、あんたどうするつもり？よー、時光暴乱。その時は俺もお前も死んでいるだろう。そんな無責任な考えで過去を変えようなんてふざけてるの？要改变世界了。まさかあんた本気で世界に混沌をどうたらとかを実行に移そうと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ね。把混沌的世界付诸实行，他就是疯狂科学家。不要再传了，不要再传了。マキセシ、オカリンの言うことはもっと適当に受け流しておけ。混沌是什么？难道冈部是一个危险人物？你就问他，我怎么知道混沌是什么？你问他没？不回应。不用这么认真听他讲话。只有红利奇很认真的回应。那个轮太郎啊，其他两个人都已经很了解轮太郎了，所以就不做回应，是不是？大丈夫だよ。オカリンはね、本当はとってもいい人なんだから。哟，马尤里这么讲啊，轮太郎你应该知足了。俺に対する評価など聞いてはいないが、クリスティーナの疑問には答えておこう。我并不认为，因为伦布没有见我 IBN 5100是个坏人，你才是坏人呢！你一直吵我，坏透了你。確かに俺の野望は世界に混沌をもたらすことだ。しかし、それを実行に移すにはあまりにも準備が足りなさすぎる。準備付诸实行。ましてや、18文字しか送れないメールでは
できることなどほとんどないだろう。对啊，能寄18个字的邮件能改变什么未来？故に今回は俺の